间，尤其中间那一层 cream 的加成很重要。对 ，OK， 所以这个，我觉得看原料还有它的工的话，应该算是价钱，它算是比较贵一些些的哦。这四个里面算是比较贵。好，了解了，我们要请洛丽塔出来试吃。洛丽塔自己一边起立一边鼓掌，自己起立帮自己鼓掌，怪了你，太开心了，开心。好，漂亮啊！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对着镜头试吃一口，然后说出你的感觉。哦，吃蛋头哇。它入口即化，而且中间那层的奶香超重的，然后上面的巧克力啊，虽然有点苦，但是不会很苦，就是不会像一般的可能吃下去会觉得哦好苦，可是它整个就是搭配的很平均哦。哎，饼干真的很香，你会吃到脆脆的。哎呦，而且你讲话，我在这边一直问他怎么喷出来的那个香味，对不对？香味很浓哦。洛丽塔要问菜菜什么问题？那这个的话，大概买几个可以免运费？他买到1200可以免运费，买到一千二，买到一千二，那是几个耶？好，了解。不能说买到1200块钱的时候，三种口味，三种口味不一样，可是今天带的是原味。你是说不一样价钱吗？对，三种是不一样价钱，可是也差不了多少。好，那应该30-40块跑不掉了哈。对呀，来，洛丽塔，赶快回去跟大家讨论一下。纳豆也赶快回到原位。对，不要再过去。纳豆想偷吃一口吗？来来来，导播跳进看看。Ken， 我跟你报告一下 ，Ken 很喜欢吃甜食。Ken 来 ，Ken 来。哎呦哇，谢谢你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完全想到三十块，Ken 来试试一下。这个太贵啊！哎，这是菜菜吃过的吗？当然是。8块。怎么样？哇哦！哇哦！哎，这已经是成年等级的那个提拉米苏，这不是小朋友在吃的哦。你怎么挖那个啦？那个要留给同学的。哦，你给我一口，然后你整个都吃。一口吃外一度，很多份要给他们的。哪有啊？哎，糖来姐，老姐，这个你一定要来一口，一口就好。你真的来一口就好，我这不骗你。赶快，赶快，这个超好吃，这超好吃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成年的。再给我2天，好不好？我替你想回去。我胖了，你真的真的，一口一口，不然你先吃一口，然后我们来挑哪只收一收一就。小朋友吃的哦，那个滑润的程度，我跟你讲，我没有吃过，而且要哭了。多久没有吃甜筒饭了？我那个主持人要哭了，我那个主持人讲，你看看一个主持人，我是一个小孩，啊，生一个，好好吃啊！他真的喜极而泣，好有可怜，太嗨了。不是，真的太久没有吃甜食了。你真的，但它的绵密的程度是不是真的会爽？很好吃，嗯，我觉得再加那个提拉米苏，你要付广告费给我。哎，他吃到哭哎！不是，因为太久没吃甜食，然后吃到一口这么好吃，对对，真的好好吃，值得吃。它有一点柠檬的味道，有一点那个甜酒的味道很香，好嗨哦！不要再逼我了。香来吃了，真的，真的很好吃，大家也真的像你身上那柠檬黄一样，你有吃进去会有，我很少吃甜拉米苏有这种柠檬香，对，它好香哦，好浓，好好吃哦，导播，太绵密，要吃一口。好，来大家来猜一下，好，大概多少？好吃到让桃子姐都流下眼泪的提拉米苏，大学生们会认为它值多少钱呢？才40块了，洛丽塔觉得才40。对，因为他刚说1200买运费，所以我们想应该算一个整数，但40块可能就够30个，30个又是里面比较贵的，对不对？四十，所以你们买几个？就买5个，40个，40块。剩下多少？
可是好像有点便宜，多少？200，加起来现在已经是570元，对不对？570，对，570。然后一共是800块嘛？对，所以还剩下。所以如果你们用790去减的话，还有220，220的空间。好，他们这个估算对不对呢，艾瑞卡？最后一个，不能说对不对啦，就说接不接近。各位亲爱的同学，这个提拉米索原物料不太便宜。哎呦。那么好吃的 cream 又有甜酒，太生气了！还介绍这样，生气了！可可粉也不便宜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真的很好吃。好，接下来那如果说你们这边没赶上，你就知道嘛。后面来补，后面来补，大概知道暗示了哈。好，米露谷。我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个和购网也很火红的那个 NG 芋泥卷，然后它就是虽然它的外表没有说非常漂亮，可是它的那个味道是跟平常，你可以再讲一次这个名称吗？叫什么？它叫做 NG 芋泥卷。他还没讲哎，因为他要讲 NG 芋泥卷。NG 芋泥卷，好老舍哦。好，芋泥才能，芋泥才能吃得住。芋泥卷，好，芋泥卷儿哦，卷儿，虽然它的那个外表没有很漂亮，但是它的那个味道是跟它就是没有影响的，而且它一咬下去就是啊，超好吃，你会咬到一块一块的芋头。那它为什么要叫 NG 呢？因为就是它是。比较做没有，就是没有完整的，就是有专门一直在做不完整的，也不是，就是可能就是有做到一点点不完，对，稍微有一点做坏，对，做坏掉，可是它很好吃。就那结果因为大卖有没有？老板就一直盯员工说做丑一点，做丑一点。真的，每一个都在做 NG， 而且它红到就是你有时候去他的那个店里买就还买不到，就是卖很好。哇 ，Erica， 你一直点头哎，因为其实 NG 芋泥卷它是原本一个蛋糕体，旁边切掉那个所谓不完整的部分，然后原本漂亮的蛋糕体还是一样会上架做贩售。那这种就是用店头的方式，它会包装成一包让你直接买。对，它的来头不小。来头它的店在北部吗？对，在北部，因为它其实刚刚我们同学讲的其实很对，因为它的芋泥的里面的泥馅的部分，它是100%纯芋头，因为一般的蛋糕如果是100%纯芋泥，非常容易坏。那所以大部分的店家会加豆沙的方式去增加它的保存期限。那他们的师傅很特别，他们用了一个黄金比例的方式，让这个东西可以是100%纯芋泥，然后你可以吃到所谓的芋泥颗粒跟纤维。纤维都吃得到，这就厉害了。雅雅有没有吃过？吃过了吧？有，有粘在那个吗？很好吃，很扎实。很有芋泥的味道哦，真的、哦，真的，这个有颗粒，有颗粒的、哦，对，有颗粒。刚刚连讲说颗粒跟纤维都吃得到，真的。而且你拿一卷提在手上，就觉得它很重，扎实在，真的很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请哪一位来试试瓢虫？人气美味芋泥卷，好吃到说不出话。大学生了没？接下来我们要请哪一位来试试瓢虫？瓢虫，罗丽塔，你还帮他鼓掌干嘛？罗丽塔一直好开心啊！绝对买一条，帮他鼓掌。好。哎，纳豆哥又跑去后面了，你看你。他都不是真的要听麦克风吧？好大口哦！对啊，口水叹息，口水叹息，可以介绍已经流口水，真的。你这样我会懂吗？第一个字，超好吃，而且它粘到就是牙缝全部都是芋泥，塞进去的那种感觉 ，Oh my god， 太幸福了。